今年開始，內地公告原水價格調升至到每立方米2.59元人民幣。海事及水務局話，暫時冇計劃增加住宅用戶嘅水費。海事及水務局表示，根據粵澳供水協議，原水價格每3年作調整，而今年起內地公澳原水價格由原本的每立方米2.42人民幣調升至每立方米2.59人民幣，升幅大約7%。當局話受疫情影響，暫時冇計劃增加住宅用戶水費。最近呢一段時間咧，亦都因為經濟啊，係疫情關係咧，咁我諗我哋呢個咁嘅調整步伐咧，亦都要適時去調整。咁呢個咁嘅水費補貼，冇錯係由2011年嘅唔夠1億嘅補貼嚟到今年咧，將會係差唔多會有2億嘅補貼。咁但係呢個應該都係特區政府嘅承受範圍之內咯。即係暫時冇呢個加價嘅壓力。冇，我哋暫時唔計劃加税民居民嘅水費。自來水公司反映，受新冠疫情影響，工商業客户用水量下跌，頭十個月用水量大約7000萬立方米，家居用水量上升10%，而商業用水量就下跌24%。另外，石排灣水廠預料下個月進入調試階段，主要服務氹仔、路環同路氹城，包括居民以及商業用水。澳广视记者容丽梅报道。